也没机会，感觉也保不住，感觉最后一轮修不动了。有人说水人也不变，水人这种四号都不能变啊。如果水人能变的话，那就能保得住，水人不能变。这里要买重新造，他也不买秘籍了。哎，这个小电话直接被野怪打断。有时候都建好了，它动画效果看起来是建好了，但是看的那个写了取消那两个字啊，实际上还没造好。对，看着动画效果是造好了，其实没造好，就取消了会有两个字的那里上面。这个剑圣小歪就是纯打正面，这两个已经跑不了家。是的，就练级打团。买了伐木机，健身装备倒是还不错，但现在人族的练级效率已经提起来了。现在练级效率已经提起来了。现在施救练得贼快啊！弗莱钱也挺多的。刚才要是那个矿没有被打退的话，我觉得弗莱这局还能玩的，完全能玩的。刚刚那矿被打退，感觉让弗莱少了1000块钱。剑圣格子满了，就丢在上面，丢在地上。哦，抢了大头环，又抢了一个四级怪，可以啊，这剑圣。哎，施救，被截了俩，哎，又被截一个，被截了俩施救，这有点亏啊，这不，这剑圣卡直接贼疼，这剑圣装备很好，不过对面部队来了，有点砍不动，有点自己的兵有点站不住了啊，想上帕拉丁啊，因为帕拉丁一直在奶，这边要怼小歪，小歪不会死了吧？啊？那这小白死了就没戏了。好，这伤害输出有点高啊。这小白这么死了，大半血的小白一锤就死了。我剑圣涂了那个，涂了解甲，跳了一刀掉很多血，一刀给你跳死，我跟你说。MK 要死了，一刀。一刀，好，带走 MK。那这波战组还是受足亏啊？避难一秒，就差一秒。造蝙蝠，他的这个炼金解甲就是为了给那个等蝙蝠撞的时间伤害更高。哦吼，这边炼级又被逮捕了。我靠，这剑真猛啊！我靠，这剑真猛啊！这剑圣。这剑圣真猛啊！这剑圣，我靠，真的猛！这剑圣啊，算了，别装啊！把炼金害死了，跳了四刀没用啊！别人有泉水啊，把炼金害死了，我去！对，芒果是甜的啊，芒果是几乎是纯甜的，没有酸味啊，放熟了没有酸味的。这是开始转新火了，新火加上施救啊，终极组合了，到时候护甲巨高啊，三防的施救。不过自爆这个东西，它不是纯粹的物理伤害，它是魔法加。它的 A O E 那个伤害好像是魔法伤害。对。那么它造的主要目标那个伤害是物理伤害，是这样子的。哎，不进化。哎，又没进化，这不人口差了快30，有几个蝙蝠？9个蝙蝠，11个蝙蝠，这波感觉有的手啊，这波兽族有的手啊，蝙蝠还挺多的。
哎，小歪，小歪，小歪，哎，这，小歪是必死的呀。他在玩自己的蝙蝠，没看那个小白，你知道吧？把大法师干 TP 了，他在玩自己的蝙蝠，没注意那个小白，所以小白死了。本来小白走到人脸上去了，我也在看蝙蝠，他肯定也在看蝙蝠。小白一直在倒地啊，又死了，刚出来刚出来连奶好像都没奶就死了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在攻击。后来压一回，再压一回五十，我怕那要三级了。毛红王没逛街，毛红不一直在练级吗？练级咋就是逛街了？一直在练级吗？练级就是正事啊！我靠，这么多自爆！纯自爆呀，就是三英雄加上自爆。自爆你不得给来一个科多，给英雄增加点攻击力？他现在加着五十还不着急，他现在因为太穷了。不过人族主要人族有三矿了，这不重要呀。人族等我，你撞得过来吗你？有心火的三防师就三倍，是多少点防啊？这十九是多少点护甲？啊，有十五点吧，应该差不多吧。三个自爆都撞死一个心火之交。应该三个撞一个，我估计。三个撞一个也太他妈亏了吧！帕拉丁没升光环啊，帕拉丁打这种是可以升光环的，护甲就更高了。弗莱出的是萨满，他那个萨满是有嗜血的，等我就靠英雄打。啊。把你的空军给撞了，然后等我靠英雄来，等我靠英雄，我靠，哎呦，直接撞，撞的还可以啊，撞的，撞的还可以，撞的还可以，这波真撞的还可以，不过炼金要死了，哎，嗜血套给那个了，嗜血套给蝙蝠了，没套给剑圣。给剑圣套个嗜血啊？怎么不撞呀、啊？不是这波受毒。我靠！别！哎，帕拉丁不加血呀、啊？帕拉丁为什么不加血、啊？这帕拉丁绝对能加血的。啊，他有重生是吧？啊，我没注意，那也该加血啊。那也应该加血啊，对吧？重生没必要浪费啊。操作不过来了呗。他绝对的，刚那个时候绝对能加血的，跑在那躲了很久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要不是弗莱这盘前期这么劣势，这盘毛黄赢不了。我觉得，这盘就这盘弗莱这个混打的还可以的，又打的挺好的。剑圣扛不住了，剑圣，我靠，差点死了。等着砍，劫了个南巫。弗莱这后期打的可以的，弗莱这后期。但兽族肯定还是赢不了吧，别人钱这么多，四矿了都。这四矿了都，你这怎么玩呀、啊、兄弟。人族好，这个兽族三矿被发现了。你的矿胎太多，你这边的兵力没这么多，是真的。感觉人族的兵一直不是很多，看着八十人口，其实没几个十九。你看，啊，他有六个十九，五个牧师，一堆农民。不是，这能不点一下十九，看一下他多少房子、这个？哦，这波兽族有 TP 没？也没 TP。这波打过来，兽族完全不是对手啊，还有这么多塔的。
那也真是天天的。对，矿开太多，你钱花不出去，么2000块钱了都花不出去，钱太多了，好吧。报到100。那你报。